都已经做了，我们已经把普通话搞定了，现在一元人民币等于11卢布，去俄罗斯跟出个省一样便宜，为什么还不来俄罗斯旅游呢？啊，快来啊，俄罗斯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我们已经把普通话搞定了，现在一元人民币等于11卢布，去俄罗斯跟出个省一样便宜，为什么还不来俄罗斯旅游呢？啊，快来啊，哼哼，快来啊，看看评论说什么啊，有没有有人要去，一听到这个就赶快就去了啊，评论判有命去没命回，评论我们是永远不会相信毛子的啊，你催也白催，评论怕乌克兰雄赳赳的气昂昂的跨过乌拉尔河呀，评论汽车不敢坐飞机不敢坐，怕你们那里酒驾，评论把你们那里的光头党清理一下先，光头党就是俄罗斯的纳粹呀，评论去你那么里你们那里还有去我们大东北吧，铁锅炖大铁鹅，爆杀你们所有的鹅餐。评论你们那里那个警察就会找那个中国游客要钱，就会宰中国人。我们害怕被你们抓去到战场当炮灰。